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钟姐，就我们出来巡台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这边是位于太平这边。那这一场呢很特别，它是在一个 Seven 的旁边，然后它有连续三间，我们也是第一次巡到这里。然后台性怎么样也不知道，那我们就在这边玩看看。这一台哦，甩幅，哦，甩幅很大，爪力很强。虽然有点小缩洞口，但是应该是，我觉得应该是不太影响。然后我把后面稍微拉一下。但是它有缝了，多段前推把它带出来，只要插到它应该会直接过来。哇塞哇塞，哇，怎么会是这个啊？算了，先出。啊，自己弹出来了。因为这台真的是摆得很满啊，还不错满，而且它爪力很强，里面还有放了889，塞在最里面。我看能不能把这个把它带出来。哎呦，那一个哦，那一个黄色是不是我们之前要打打不断？哦，对。哎。那我如果直接拉出来咧，有机会哦。那这个先，呵呵，超级爆丢自杀。我那个有点贴墙，贴墙应该是还好，因为这台爪力很强，应该是还好。但是要入得了爪，入得了爪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把它带出啊。要把这个丢进去，要把这个丢出货，走开！哎、欸，捞出来！来，这个，欸、中！哦，中中中、欸！有没有希望？有，这一台爪力就真的强了，可以。啊，上次那个爪力是？上次那个就不去评论它了，因为那个没办法，那下面那一段真的那一台完全没力，所以完全没办法打。但这一台力道很强，有这个吸出来，然后把那个就可以带过来了。而且你看它之后，它好像蛮重的。嗯，蛮重的，所以我一直很想要把它打出来开箱一下。后旁超大甩，吼吼，这个八也可以。这是要先吸公仔。吸公仔。哇，它这个爪力，哦，砰砰叫！哎，哇，哇，叫你直接先出！哇，我要先出那一颗啊！好吧，那我这边里面能不能再带一下？里面把它带弯一下，但是先来，把它多段推八。或者吸一下也好，因为这台的爪力没坏，甩幅大，还是一个八、啊。八。哎呦，这个甩幅极爽啊！会不会断爪？哎，应该有可能。因为我看那个线，它的超细，可能那不一定，那个线是不易断爪的线，也有可能。黄金盒哦，哎，还是我直接这样子拉，看他先怎么跑。因为这台上面也有夹送，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拼一下。但是我觉得应该快达标了。哎，哎，捏个宝吗？捏个宝试试看。可是他有蹲。没关系，这样。哦，推二收。算假。这一颗应该是不太能吸才对。哎，这个多段把它扒上来，再多段不知道扒不扒得过，因为一万的行动电源有重量。哦，这样推得动。哎，是，来多段
有几回。哎呦，动了一下。哎呀，差点过去啊！哎呀，哇，这个有点难扒哎，还是左右吸一下。如果可以刚好勾到这个点，应该是可以。哇，捏吧，还好够吧？打到电源坏了，直接满上来了。来吧，我们刚刚一瞬间六个，还加上那个新货也出了。哦，然后这台可以爆打、啊，这台真的可以爆出，而且它后面都是蛮不错的。你看金正啊、八八九，还有那颗啥。好像也是新货，我都有点里面。对，没关系，但至少这台很好玩，这台台性真的是爆好玩。然后这边拉一下，这个有点重，我试试看。给它快下去了，捏一下好了，因为这个方向罐很重，捏到一下，哇塞，有，我那个公仔全部都要露出来啦！我看不到公仔在哪里。这个夹掉你就看到了。有没有公仔宽和？然后这边八八九如果要打到的话，这个要带走。我们应该要先把这个带出来。后旁怎么有点棒？对啊，还有这个。出来吧你，就是他把那个889金正啊都挡住了，中，还是我直接直推啊？推得到吗？可以，你看就是他一直挡住，不然刚刚这下就出来了，但是他好像有往前，开了。还不走，给你一个暴力一点，中，走了吧。开了。哇，后面公仔出来，吼、哦，接飞。来，应该是先进攻吧。哇塞，哦，这个是手工具啊，难怪，有点重量。哎、欸。你们两个在干嘛？金正八八九全拉了，这台上面的夹送我觉得应该可以拿两个走，一个夹八，另一个夹六，应该都可以带走。过来，它可以吸，嗯，可以吸。然后八八九虽然盒况不太好，但是都出来，因为我们目前刚光前面那一波就已经夹六，然后后面。全都带了，哎、欸，放，对啊，怎么会放？还是太重，太重，应该是太重了。二手，现在公仔再带过来，我就进攻。重，哎、欸，差不多了。这个要进攻打一个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你看公仔先待在这个位置，就直接多段推，这样。先下面那一个，因为下面那一个它反而让我在洞口更缩了。不是吧？这没有卡洞呢。对啊。下来吧，目前夹八达成，那我们再拼一个六。这个很轻。手机支架。
来通通过来，但是那一个应该是对，嘴可以把它留到最后，我们先一路从这个角度过来，这个现在砍在这里应该还好，除了后旁，哇，这个斜坡889，可不可以直接上来？你这个甩幅应该可以飞，直接一飞就过来，然后再给它飞一次。那个后旁应该就掰掰了，应该就掰了，但是它没办法吸它束带。哦，哎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这个这角度不太好吸耶。对啊。哎，可以可以，有逆的嘞。逆的、哦。逆吸啊！哎呀。哇塞，哎、没关系，我知道。没关系没关系，换889。889应该是。不用怕。不用怕不用怕，但是这个可以先过来。好，完美的一道墙。来啊，甩打甩打，这一台可以超大甩打啊，怎么出它啊？哇塞，有点歪。对啊，这个过来帮我保护一下。其实我现在多段吃那一个可能就把889推下来了。应该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来，因为那个公仔现在是公仔也不轻。哦吼！只要回去了。没关系，这一台我不怕，应该一下就回来了。哎，两下。哦，这一台的甩幅真的是爆炸啊！哇塞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进攻这角度。哦吼！不然真的不行的话，那个就先带吧。这一个。啊、怎么又回来？它也很重，它也是很重。对呀、啊，吸一下。好，这个角度好。是不是要拉宽头？要，要拉。哇塞！来哟，这个带一下。虽然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直接来。确定呢？我去。他躺这个姿势。极致宝啊，极致宝。哇塞，那个扭力竟然没脱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公仔应该要带掉了。因为那公仔应该是用不到了，我们要试着把它吸出来，然后这个走开啦。哦，那个宝非常 nice， 前面一个空洞，整个打空了，我们完全把它打空了。但是这个能不能爆吸我就不知道了。这啥啊？这个角度可以吸吧？应该可以。我们求个稳，把里面的东西都先带了。哦，这个如果多段推刚好顶到，它会往前飞哦。哎呦！快打了。有了。哎。
哇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进攻好了。哎呦，那我再拉吧。对方可能应该秒多。嗯，应该是秒。然后这个再带一下。喂，弹。哦，怎么飞这样子过来？重，那一个啊？前面那一个啊？有点重，我也觉得它有点重。它其实不轻，但是吸不起来。哎，不一定，因为我们刚刚其实吸它，它是有一点稍微扶着扶着，是还行啊。你看，它是吸得动的，因为现在爪力真的给很强。后旁。后旁。后旁脱钩，来哦！而且刚刚这一出，我们夹六也达标，夹八、夹六，还有一个夹三，还是说我们把台主那个夹送全带走好了？因为我觉得再出个三差不多啊。差不多。是这个风头。很轻啊。又是这个位置。哎，这个位置好，然后先带。摩比亚，好像是新的，因为没看过。吸，小吸。哎呦，知道。对啊，这个应该就不用太大甩了吧？再一次，再一次。躺着比较好。对。来，再躺过来一点。哎、欸、哎，对对对对对，真乖！哇哇哇！不要震啊！哎、欸，对，乖了乖了。然后应该是先这一个吧，因为这一个我要跟他打这个我就比较尴尬了，因为我在想到底是要多段，那把它拼脱。那一个、哦，那我把公仔带过来。哎呀、啊，先带这个过来。哎呦，没关系，被他阻碍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甩幅很大，就什么都不怕。然后这个外丢，这个再带出来一点，帮我补个位，或者弹一下。哇，因为现在我们确实把它完全打空了。因为它里面原本蛮多的，很满，我们打了一个八，一个六，然后还有一个三，哇，这样加起来几样了？九八，我们打十七个哎，在同一台打这么多不简单。对啊，因为是这一台，真的这一台的台性真的没话说，真的好玩。来拉过来，然后最后这个再带，我们求个保险牌，带个位置。好，来了，进攻。虽然我觉得现在左右这个可能就出了，但是那个不想要，对，先等等呢、啊。哇塞，真的中了、啊！哎呦，再保，但是这角度比较尴尬。哦吼！哇塞，这脚嘞！这个嘞，这个嘞，这个来吧。这个就真的是跟他拼了。这个拖，然后这个再多段爆推。但是如果相对要拖的话，应该那一盒，那一盒更重。对啊，但是没关系。可是它有盒子啊。哎，两盒都有啊，两盒都有盒子，只是这一盒是金正。
对我吸引力来说比较大。先求个包，其实左右我们就结束了，差不多，应该是早就结束了，上面不都带走了？哎，没有，是吗？哎，刚刚算了一下，就差最后一个，上面加送就全带走了。哎，啊，四道宽，嗯，四道宽不行，这个角度不行。对啊，那就是先不要大甩吧，变个位置。哇，我一直在这边无限轮回啊。后旁，另外一个卡在那里。对啊，不然你先把旁边吃掉好了。你说这一个？对啊。你看，结束，左右其实就结束了，只是我们觉得金阵最后。有了，哎呦！是要拖啊？你说拖这一个、啊？对啊。跟他飞一个飞拖吗？对，他捏把就直接出了。哎呦哇！哇，这一个，它的位置不漂亮啊。哎、欸，有。非常完美，就是要这个飞托，这也算是我们最完美的结束。然后我们去蜜台组拿那些夹送，我们最后去把东西稍微集中一下。好，我们这次夹完了，这是我们龙夹，这样子吧。地上还有三样夹送，就直接摆这里了。然后我们非常迅速，好像打了二十几分钟，总共夹了18，我们总共出了18样，哇，平均大概一分多，不到两分钟就可以出一样。而且我们后面其实有很多非常的顺，只有最后一盒公仔搭比较多一点点，但是多其实好像也还好，顶多就两三百，出了一个金阵，其实你也不太亏，亏一些些而已。哎，没有，猪应该是那个最多，你在打金阵它出了。哦，金阵那个是还好哦。哦，还好，对，那就是其实是这个最多，但是后面我们这样子一路顺畅，直接把台主的夹送全带走，这个出货感极满，而且重点是这次竟然有打到。我们上次一直想打的美好新货，那既然我们这次这么顺利夹出来，我们就直接简短的开箱一下吧。这一盒是这个颜色，它应该是有很多颜色啦，这个就很像那个美好007啊，其实大小差不多，只是它的造型变得更有设计感，货柜蛮像货柜屋的行动电源，而且它整个设计其实蛮多方便之处，比如说像你看像这个就是有吊的东西，你就可以行动电源吊在那里，但是唯一的缺点它就不像那些IG达人，它有很有限，我觉得美好的唯一缺点就是这个，但是美好的行动电源很好用。然后这一颗呢，它有什么功能呢？啊，就这样子，就很简单，就是 USB 啊 ，Type C， 安卓，然后它就只有一个按键，然后就显示电量显示是100%，所以还不错啦。也许这个用起来充电速度也很快，也不一定。既然这一颗是我们打出来的第一颗，而且它是新货，那我们这次抽奖就抽这一颗。美好的 K05 抽奖送给大家，那这一颗的抽奖码在片尾，大家看一下，喜欢我的片加点赞，谢谢，拜拜。